爽哦！现在让你赢了，伯伯换你了，换我来吧！干嘛？啊！好生气啊！你那么厉害，那我们就来二打。没错，我要烧死你！到底要怎么样一个打两个？太扯了吧！陈信安，陈信安，外号台湾飞人，在帅气的外表下，拥有惊人的爆发力和恐怖的弹跳力，是台湾最接近 NBA 的男人。太夸张了，陈信安，然后能亲眼看到他上篮，然后那么近距离，亲身被他过。你们以前有看陈信安吗？我看你打球，我觉得你算是全能型，就那种高 IQ 打法，你会上篮，你会拉杆，你会切。李奇这球也很危险。陈信安来一个球进射 ！Oh my god！ 196公分吧。对。我一直觉得像这种身高就是打禁区类型的，然后我没想到你外线也是超级准。陈信安三分外线，在第一节陈信安五个三分球，单节21分，三分球中距离，然后又会切，怎么守？我以前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，我只要看到三个人：陈信安、田磊、曾文鼎，赢了。我想问一下信安，就是你自己的全盛时期，觉得是在哪一个时候？我27岁的时候，就是2007年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我身体的状态跟心理的状态是最好的。我记得你不太会跟人硬碰硬，怎么硬扛硬撞顶进去之后，然后上来，就是那一年你突然是变得很硬。应该是说我会看状况，就是如果在台湾的打法的话，就是我的身材会比较有优势。我听懂了，只是觉得台湾球员偏瘦弱，美国回来撞了，美国被撞习惯了，我硬起来不行。对啊，然后回来发现自己哇，我怎么那么强？哎，那我想问一下信安，就是自己以前最喜欢跟哪一位队友在场上，你会觉得特别有动力？中锋我最喜欢曾文鼎，因为曾文鼎很聪明，他要做什么或者是我要做什么，我们两个可以一对到眼就大概知道，所以他常常就是那种不用看我就可以把球传给我。我看你们两个就是互相给小球，所以跟他配合很轻松。就像刚刚讲到田磊，他是4号位，当曾文鼎给我没有办法处理球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再想办法给田磊。田磊他可能就在外线投三分，那他如果不投三分，他就是切进来，他就暴扣，那所以跟田磊配合也很顺。陈信安自己来给球，田磊好球。那信安觉得我们这种身材挡拆怎么样？你们挡拆很适合啊！哦，出哦出！你这会不会犯规？吹哨了吧？这样感觉好像不会犯规。不是，这样我还好，裁判没有在看嘛。好，是。那盖伊，你想成为顶级的篮球员吗？我想成为顶级篮球员。我最想要知道一招，怎么样低位单打196公分的职业球员？这是绝对可以，但是在比赛场上，教练不允许这种事情。不管是3对3、5对5，正常你对位应该是对到一个跟你身高一样。那我190公分，我对到的一定是190几公分。那如果你拿到球要差不多啊，你看看得起你，没错啊，对啊，中锋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对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要中锋，我可以扛。转过了这么多年的球赛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。另外一边有一个中锋对上一个超级大中锋，对对对嘛，你看人家人那么 nice， 就你们是不是？对，哪个？录到这边，药师伯伯，你们先旁边休息一下。两个后卫，拜拜。球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，不然这样，我想问一下过人的问题。我会做一个假装右切丢到左手，然后过人，或者是我会直接
假装往左，然后直接右边过。OK， 一个中锋这两招够了吗？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其实刚开始打篮球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也只有用这两招。它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它是所有动作的最一开始。那怎么样把这一个动作或这两个动作做好？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要做第一个动作还是第二个动作。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，那现在老师认真防守我一次，来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啊，低位单打。啊，好烂。OK， 如果你做了一个换手，你最后也是往后面要切。你做了一个 inside out， 你也是要往后面切。所以重点就是你给我的资讯已经告诉我说你要在篮下得分。所以我的防守我也没有要抄你这个球的意思，我就是一直往后面退。前进的时候你会退，但是我后退的时候我会前进。我前进的时候。你会退，但我要转身的时候，你会上来，我就不会。就是用这个逻辑让防守者不知道进攻的哦。我跟着你前后，我的重心会一直偏，然后你就是抓我重心往前的时候，你就过。对，因为我很难再回去要防你。你必须要制造出你在进攻的时候跟防守者有一个黄金的时间交叉点。往左边的时候，先往后面退一点点。往后退的时候，他的重心就必须往前。我也往外带，对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决定是退，继续往右边，或者是退，他拉上来再往左边拖。谢谢老师啊，刚那个步伐我还是觉得有点复杂啊，能不能帮我简化，或是比较系统化的去做这种步伐，让我可以自己在家看着影片，跟着步伐练习。如果我先示范的话，我要过人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是先走这边，右右。左这两步是往前，但接下来我就要想办法让防守者往后退。那接下来我的步伐一定要往后走，右左，一个交叉步，防守者追上来之后，我就可以决定再往右边退，右左往前，然后接下来就往后，右左右右左，防守者被我往里面压，我过不了，所以我必须退，右。防守者要上来的时候，我的这一只右脚要花一点圈过去，就会变成，就会变成，我会做一个 V 字形，所以你的力量会是往那个方向。所以当你力量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，我就要顺势再往里面走。所以右，右，左，右。这个我们刚讨论出这一招叫做防守者的冲动，往前进，往后退，等你有一个冲动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过来。所以我们在练这种步伐的时候，先把它当作走路练习。可以的，就右左右左右。但是如果我现在想要有两边的选择，我就可以选择右左右左，再稍微看一下，右右或者是右右。就是你如果要往哪个面去走，你的髋就是顺着那个你要走的方向去做。对对对，如果我这样右左右左右，防守者是在这个位置，我的髋就会把它转过来，走这边。那如果防守者是突然往这个方向冲过来，我的髋关节刚好是面对这个方向，就会往这边走。现在老师验收一下，我认真觉得学一点东西，上场打球会变好玩，很好玩啊。学了这一招，你用了。有效，对，好有成就感，然后就会再想学新的招了、啊，真的，没错。Yes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中锋的快乐就是这么朴实。对啊，篮球没有什么困难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根本没有守我啊。哦，就是先老师可能出考题给我，让我在四到五的时候决定要往左或是右走。Okay。你先试试看，右左，右左，右交叉步，右左，右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定在这个位置，你要观察防守者，我的防守在这个位置，我直接宽转这边。哎、欸，错了，啊，错了，正确，正确，哇，啊，为什么？这样，老师就是很喜欢你们队的，还在假装有问题，正确。我以为错了，是正确，真的吗？正确，好，右。
得光是要把步六步做干净，可能就要一直重复训练。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会一直练左右左右左左左右左右左右右。先把这五六步先做好，再去学下一招，慢慢的招式越学越多，再把它融合起来。没错，哎，这五六步大家在荧幕前面好好学一下，超级够用，真的，选手都说超级够用的，肯定是有料，因为他们够了。有，上吧，该你已经学会了。没问题了。他们两个到底在干嘛？是什么篮球训练吗？去打败他们。没问题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长这么帅，又没有光头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演和尚？来吧，药师波波，我已经学会最强顶级进攻技巧。来吧，过来，放过来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嘿，技巧，这影片不错吧？拍到现在感觉这影片有一个很大问题，知道吗？气氛，没有人想看我们打球，所以我们要靠一位直男的偶像来帮我们救一下观看次数。没错，那我们就邀请欣安老师，耶！现在要来爆组分队挑自己想要的队友。好好好，对对 对，那我先挑，我们先挑，我先挑。都是二队友吗？对 ，OK，OK，OK， 挑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哎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三剑客，对，那我们就来这个罚球环节，一球定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先老师一球定，有压力，不是，我知道盖伊他的想法。他想说，要说，所以你有可能不会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进是合理，但万一他老进的话，我们赚烂了。错，我记得三三规则不能自干，不能自干，要先传球。对对对，你写卡哦。废话不多说，六分，我们三个打一个。好兔子，好兔子，这个中锋的对决，对不对？盖伊，那如果进球的话，要换什么？进球继续攻啊！好啊，好啊！哇，讲的好像我进的一样，就说一定会赢哎！哇，他看不起我们三个，看不起我们三个。好，来了。
么壮，我怎么进得去啊？给他压力耶，他的视线前面是没有人，因为他看不到，他感觉没有。他把我们中锋当隐形人。几比几了？3-2。好，所以三分球也是算一分了哈。对。你为什么还往那边投投球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！哇哇塞！腰把外线，腰把外线了。不是你用手拿，用手热。真的传，导致禁区是没有压力。有，就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。你们有看到这个半圆形？你们就在这边沿着半圆形，靠在哪里就走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来了，现在几比几？3-3嘛。我觉得这一次不是我最错，因为我还进蛮多球，我进应该两球吧。盖伊得2分，一助攻，一超截，6篮板。六篮板，哇！中锋，波波得2分，一助攻，3篮板。哇！药师是人形立牌，1分1篮板。耶！但我有几球可以进的都没进，压力很大。我本来想说我们会赢，没有，我们一定会赢，一定会赢，真的是烂到赢不了。盖伊，但是这场中锋对决还是信安老师获胜，信安老师获得6分1超截，8篮板。8篮板？那我有没有什么是赢信安老师的？助攻，多少？我助攻多少？一助攻，零助攻，零助攻，错，承让，谢谢老师，你们三个一定是赢的，谢谢，承让，太强，老师禁区都放给我们，没有认真扒，正常3-1，一个要打赢3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，而且特别是你们3个有在让，看成绩数非常不容易，其实很好。
可是他还是赢。他只是要把这一句话讲出来了。对，他要先营造一打三有多困难。多对，非常非常困难。对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对，但是我还是赢了。对，因为我是诚信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个我们有听出来，他心里面有打出的结论。因为你们三个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心里面的话，我们听出来。OK， 讲真的，现在老师，我刚一直很想用你教我的步伐，但没办法，一打三你不会上前跟我迎战。因为我都有看到你在使用，可是因为技术都在对的时间点去使用。那你们有三个人的话，基本上就不太需要什么技术，就是传球，用团队来打一个单个人的。对，其实我们一直倒传，你根本拿我们没办法。对，但是你拦截到一球，而且你传给钥匙。对对对对对，被他接到。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三剑客刚刚表现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不要问这种很难，不要问这种，我怕他讲。其实他们这个分工非常的细，该防守的、该助攻的、该抢篮板，大家都分得非常好。那特别在这，你看该一直在用我教的那个招数，其实有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的进攻导致我的防守花费了体力，然后我的进攻就投不准。无论我有没有把你晃掉，但至少我吸引到你注意力了。对对对。那最后想请教一下现在老师，就是你们篮球员有没有什么重训动作是最直接的？每个篮球员一定会做这几个重训动作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会这样做，但我自己会把它分成上肢跟下肢，还有核心。那我核心是基本上有训练的那一天，我一定都会做核心。年轻的时候上肢会多过于下肢，就大概是一三五做上肢，把它分成胸、肩、背。二头、三头，那最后用一个核心再去做伸展的收尾。礼拜二跟礼拜四去做下肢的训练，那下肢就会做到髋关节、臀大肌、腿前小腿，然后到一些比较细微脚掌的一些抓东西的动作。这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做。那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下肢的重量做得多一点，然后减轻身体上半身的负重。比较后期打球的时候，上半身看起来就会比较瘦一些，没有那么壮。因为像我们如果平常以身形为主的话，通常会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用多少重量做到一定的次数，就是比较否肌肥大的。那像篮球员，你们在训练重训的时候，你们会走更大的大重量，或是说轻重量，然后高反复次数的？因为我们是打赛季，所以在休赛季，比如说像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的时候，我就会做肌肥大，就让我的肌肉量一直往上撑，然后突破我自己的极限，突破你自己的那个上衣嘛 ，XL 要突破到 XXL， 好客性安。那个时候就暑假，通常会做到很重很重，重到那种洗澡手都举不起来那种，沐浴乳要用甩的才可以，这样才可以洗。那好，这好，这个对，有经验，有经历过，有经历过，有那种感觉很舒服啊。可是到了赛季期间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做调整，就会做一些比较配合比赛的节奏的重量，就是维持，会从重到轻。那可能因为赛季中间会有短的赛程是休息的，然后又会再做不同的训练方式。那最主要是到冠军赛的时候，假设有进冠军的冠军赛，那我就会做很轻微的力量，几乎会把我的力量全部都放掉，然后去做协调。哦，因为你必须让身体在最好的状态去进入比赛，因为你练太多，你反而身体需要时间恢复。对。问一下现在老师，就是你们在饮食上面会特别要求吗？在你还是职业选手的时候，我自己的饮食会甜的东西吃得少，淀粉的东西吃得少，鸡肉我会吃得多，海鲜类的东西也会吃得多，碳水的碳水应该是要补，其实都是碳水能量来源。那其实后面在拼的就是你的回复率，你回复的越快，你就可以增加越多训练量进去。没错。怎么样可以回复的快？就是吃好睡好，心态健康，就是心态也很重要，对，回复会比较快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跟大家分享信安老师开的一个课程——顶级篮球进攻技巧。相信刚刚大家就有看到，这是一个皮毛中的皮毛，六步快速带我学会破坏对方的重心，切入进攻。如果大家想了解、想学习更多这种篮球的技巧呢？现在老师有开一门课程。我这个课程呢，其实是我自己打球打了很久，从17岁开始打球到我33岁退休，那里面所有的精华都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钻研验证出来的。当然我会做这堂课，会希望说所有喜欢打篮球的人可以在这堂课里面找到一些答案。就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打球，常常会一知半解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重点，那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。那即便是你不打球，爸爸妈妈也可以让小孩来看这个课程，让喜欢打球的人的技巧可以快速的进步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最初的用意点。其实这种浓缩课程，这种精华，就是让大家少走一些歪路。就是我们自己去找答案，然后找不到，可能找到又是错的，然后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。
那像这种浓缩精华课程，我可以快速学到哦，正确的姿势什么是很快乐。那最后，如果大家对新恩老师的教学课程有兴趣的呢，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那记得输入 GY400 可以帮大家折400元哦。最后非常感谢新恩老师今天的教学，还跟我们比了一场精彩的比赛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人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